今天在果园里自制一个水果捞，趁着水果丰富，小姨都在这儿等着了，还给自己画了一个红嘴唇。这样漂亮吗？漂亮。小姨，你这脸蛋咋还馋红了呢？不是太红的，是太阳晒的。哦，热的。待会儿吃完水果捞就凉快了啊。好。二姐在切芒果，我妈在切木瓜。都是手艺人的，这个切的还不错吧？行，挺像样，挺好，一百大，再加上百香果，好，最后淋上酸奶，哎呀，很厉害，巧合巧合，我都快成美食达人了，你就是，好了，来吧，小鱼，赶紧尝一下，可以开动了，小鱼。小鱼，海南这蚊子咋这么喜欢你呢？这腿上的包加起来得有30多个。小鱼是万人迷呀、我看是万蚊迷。